来，咱还能坐回飞机嘞。飞机不是那么好坐的，你那有陆地上的训练。得，就你明白啊？这陆地训练能带你上飞机？你还不信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一个月之内你俩谁能上了飞机，我原字倒着写。你拉倒吧你，到时候啊，我让你倒着从飞机掉下来，什么样啊？你给我看看我这个。江梦华的病历我看过，需要做病理切片，看看有没有病变。什么病变？哦，就是确认一下是不是胃癌。胃癌？哎呀，医生，那什么时候做啊？明天就得做。明天。医生，你等着我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山里的绿色是吧？这不合适吧？哎呀，他是我们大队长，家里还有个没妈的孩子。这些我都知道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有人给我打过电话，介绍过他的情况。啊，医生，那这些拿回去，什么时候我想吃，再找你啊。你要把大队长病治好了，我拿卡车给你送。哎，好。医生，那大队长的病呢？一切就看这个化验结果了。好。喂，马涛国大队，罗副教练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没结果，那你打电话干什么？月经打火的处理意见。哎呀，我说你累不累啊？处理也没你的份，你操什么心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以后跟大队长病情无关的电话你不要打。哎，我，喂，是我，思芳，有事吗？月经打火那事儿呗。你问这干什么？人家不是担心你吗？有意见了，明天军事法庭开庭。医生，医生，结果怎么样？跟我预料的一样，胃癌。胃癌？还是晚期。医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得马上手术。手术？对。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在大队长严守这个秘密，知道吗？
支队长，我们交大队的，他医生，求求你，一定要瞒住他，不能让他知道。可他是个军人啊，他可是个父亲，他有个孩子，还在上高中吗？ 尽量去做，不过就你现在的情绪是瞒不住他的，病人在这方面最敏感。你放心，我能控制自己，能控制。那好，咱们一起去看看你们的江大队。 结果出来了，没什么事儿啊。你这个人，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瞒着他，这样对他的治疗是很不利的。医生，你不是说你让我瞒过就瞒呢？江梦华，你的病情非常严重，胃溃疡面已经高达80%多了，至少要切除1/3。告诉你吧，幸亏你来得及时，你要是再拖上几天，就能转化为胃癌。你明白吗？ 真不是东西，吓了我一脑袋汗，你说。没事啊，好好养他，过两天就好了啊。哎，这眼泪擦干，见大队长，不谢啊。大队长，胃溃疡这个病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 你得有个思想准备。没啥大事儿，久病成医，我这个病啊没事儿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刚才医生来就吓唬了我一通，说我的胃溃疡面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，说要不及时治疗就会变成胃癌。你说给他吓的，吓出他一头汗。哎呀，我听明白了，没事儿。你要做了手术，不就更没事了吗？ 可我坚持还是不想做，我是不想让医院挣这笔手术费，再说了，钱是小事，给我的肚子上开上一刀，你说好吃的好喝的我都享受不了，这不亏了？哎，大队长，这党总治可是有决议的。哎，来的时候咱们可有约法三章啊。冯叔，我儿子没来。哎，别打岔，说这事儿呢。对，你就说你做不做吧。 听你们的。晚期胃癌因病变范围增大，或因淋巴结、压迫气管、冷突等，可排斥气管，阻碍呼吸，导致胸闷气短。
窒息死亡。师长，你歇会儿啊，我。你赶快的，你别动，快点。江梦华同志，支队决定在你治病期间由齐大川同志代理大队工作。待月经打火事件处理意见下来后，重新调整马踏虎岗。你看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服从组织的安排。支队长，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这两个小子都是好样。月经打火的事，我负全责。这个罗雨欣岁数也不小了，别让他太憋屈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侄子一定会考虑你的意见。就谢谢支队长。哎呀，老首长，您这是干啥？病人家属签字。我来。入冬了，陪他嫂要回来就早点回来啊！哎呀，年纪前呢，就这一趟。哎，来来来，给我吧。怎么了？这么暖的家都拴不住你啊？哎，冯少，冯少，啊，这次呀，我真的有了。真的。你怎么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到底怎么了？大队长，他得的是胃癌。大队长的病情，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现在还保密呢。不要跟任何人提起，记住没有？大队长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出院？哎，不行，让他多住一阵嘛，别着急啊。你得快回来啊，马上年终总结了。好，先这样啊。报告。进来。支队长范总的文件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队长，什么事儿啊？
赶快备车，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队长。是。特别是对指挥这次灭火战斗的干部予以高度评价，说他们决策果断，指挥有方，请求中方领导给予表彰，并请他们在合适的时候到他们的国家访问。办啥事要是不把别人折腾上几个个，你就算没动真格的，大成，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啥？干什么？我想跟你掰个手腕子。哎，大哥呢？哎，我正找你。你看这篇文章怎么样？这谁写的？哎呀，谁写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内容。你快看吧。这个叶四方，别瞎猜啊，人家写的是完全属实，无可挑剔的。哎呀，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啊？啊，你以为上面写的都是你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主要写的是这次打火的整体经过。哎，来了！开门。谁呀？哎呀，你呀，干嘛敲门那么大声音啊？怎么了？又生气了？我可没惹着你啊！你还好意思说，净给我添麻烦！什么添麻烦啊？文章又是你写的吧？对啊，那不是你让我写的吗？我让你写的是上报材料，不是让你往报社里投稿，还什么什么迟到的奖赏。你说你啊，部队的事你瞎掺和什么？什么迟到奖赏啊？我跟着你们掺和什么了？你自己看。笑？你笑什么笑？你知道这篇文章起了什么作用？别人都说我是个人吹捧，你让我怎么做人呢你？你凶什么凶？你怎么知道这篇文章是我写的？这文笔还有别人吗？季大川，这篇文章我连看都没看到过。我们报社的同学来找我了解情况，我都给拒绝了。当我知道这个事情有转机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你很有可能会成为焦点。我当初流着眼泪给你写的那份材料，很有可能会成为你立功的条件。就是这样，我也没往报社投稿啊。那到底谁写的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那要不要进来？不进来，我关门了。奶奶，山花。
奶奶，哎，有事儿啊？也没啥事儿。哎，都说猫冬猫冬，连我这个老太太啊，都觉得闷在家里怪没滋味的。奶奶，江大队他快出院了。真的？嗯。等哪天咱们带点东西去看看他。丰收不让，说部队上领导不同意，咱不能去看。哎呦，那江大队是外人呐，他不让看咱就不看呐。咱们准备点东西去看看他。奶奶，您知道江大队得的是啥病吗？哎呀，老病，胃病。奶奶，咱娘俩不隔心，有件事儿我不说出来心里堵得慌。江大队他得的是啥？胃癌。啊，奶奶，这可是秘密，军事秘密啊，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啊。哎呀，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还有啥不能说的？您不能说，您要是说了，丰收就得受处分。他还跟我有完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一般的人呢我不告诉他。听说那偏方治大病啊，咱淘换点偏方，我看没准啊能治好江大队的病啊。嗯。嗯，你好。现在看手术很成功，回去后要注意休息，一定要注意消化，要少食多餐。嗯。再一个就是要定期的到医院来复查。大夫，嗯，你看他这病，只要按我说的做。什么样的奇迹都可以发生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大队长，江大队，这一个多月都熬过来了，就差这一会儿了。我这是归心似箭。大川，你看我胖了没有？再住一个月还能胖？没那一个月了。医生，嗯，我谢谢你。那咱们再见。哎，我可不愿意再见了。慢走啊。好，好嘞，那我们走。好嘞，好，再见，大哥。哎，好嘞。来。哎，上这辆车？为什么呀？路太远了，吉普车太颠了。哎，哎。我坐那个车吉利吗？哎，大队长，你这……你上来不上来？不上来我走了啊！这么早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哪儿都不去，送你回家。连门也不让我进？不让，上车吧。哎呀，你把罗宇轩给我叫出来。干嘛？我们三个开个会，开完了会我就走。又开什么会啊？越境打火的事儿。过去是个过，现在看来是个功。支队的领导要求我们上报一份真实的材料，你说我不在，你们也搞不了啊！哎呀，整材料的事儿，我跟罗雨欣是行家里手，你别管了，上车。啊？我还是不放心你们。哎，哎呀，队长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你我这车都给你碎了。
哎，这次三毛材料主要应该写大川，如果没有他的坚持，就没有马踏湖这次的光荣。大队长，这材料很好写，就按报纸的文章写就行了。罗雨欣，你可是搞理论的，我们可不能抄报纸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。哎呀，大队长，我对罗雨欣，你不能那么写。马踏湖大队靠的是大家，就拿你来说吧，有两条你必须写进去。第一，从医院出来是带伤进的火场；第二，尽管不同意越境打火，坚持原则也是对的。关键是你见大部队冲上去了，你也义无反顾。你别把我扯进去。你当时去检查的时候，怎么没说我带伤犯错误啊？按照你当时的说法呢，我叫胁从。哎，现在咱们呢换个字眼，叫盲从。胁从加盲从，我充其量也就是个敲边鼓的随从。真不愧是搞政工的啊，这词儿来的就是快。可这材料怎么写，你说了可不算。哎，你别忘了，我是副教导员，我是分管政治工作的，这立功受奖上报材料那得由我说了算。你还没恢复职务呢，政治工作你没权利管。哎呀，你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没关系，我的确没复职。彩亮，安哥，你坐下，你坐下。好。罗雨欣，大川的话也是好意，别往心里去。这次过境打火的事儿啊，从责任到荣誉，推功也罢，难过也好，我们心里都应该清楚。大川现在是代理大队长，你们两个的工作，我从心里佩服。罗雨欣是有多年政治经验工作的教导员，尽管他现在还没有恢复职务，但他依然是马踏湖大队的教导员。啊，大川。你们吵是吵，闹是闹，但是工作上一定要尿到一个壶里。这次上报材料立功受奖，我们心里都清楚，这不是为了哪一个人，是为了马踏湖大队，为了这个集体，为了这支队伍。啊，大队长，这个材料就由我来写吧，写好了，请你跟雨欣一起审阅。大队长，你放心。我和大川一定会实事求是地上报一份大家都满意的立功受奖的材料。嗯，那我可就看你们行动啊。哎，那你回去休息吧。赶我走。哎，我可是马踏湖大队的代理大队长啊。兔子，待会儿再说。这个地方不错，将来啊，我想。大队长，事情没那么严重。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我这身军装，怕是穿到头了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也该想想退路了。可是不管怎么想，我也不想离开这片大森林。不想离开你们。
那篇文章你看过了吗？看了。你知道是谁写的？是谁呀？罗雨欣。罗雨欣？不是他。是他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你别看我的文化不高，可是他那些拐弯抹角的词儿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大川，一个人要是经不起挫折的考验，再经不起荣誉的考验，那他这一辈子干什么都不会成功。名利面前见英雄啊，罗玉新这一关算是过去了。不错。柳絮啊，柳絮，柳絮，嗯，你过来一下。哦，爸。你啊，给大川打个电话，问问江梦华的病怎么样。我就是放心不下啊。那你，我别给他打。哎，爸，上次大川电话里不是说江梦华的病挺好的吗？现在八成出院了。这话我不愿意听，我要掌握第一手情报。去，打个电话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正式退下来了。怎么安排我还不清楚，但是我得跟你说明白了，不管怎么安排我，那是组织上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干什么事都行。但是有一条绝对不能动摇，我不能离开这片森林，不能离开马踏湖。我明白了。坐吧。啊，还有，罗雨欣也是一个有着十几年军龄的老同志了，啊，那从理论上来说，总队、支队那都是挂了号，副教导员也当了三年了，就算是出了点问题，处分也背了，可是人家工作一点都没有耽误。我觉得让他当副教导员都有点去了。大队长，只要支队不派人来，我是很愿意和罗雨欣一块干的。哎呀，抽空啊，找他谈一谈，啊，你说有什么事尿不到一个壶里？嗯，小子，我告诉你，被窝里捂东西，捂久了啥都是热的，啊。还有，你马上搬到这个屋里来，这屋我也用不着了。谈话结束。大队长。哎，对了，中午食堂吃什么？吃包子吧。怎么又是包子？慢走啊。什么事儿？不会又是搞演习吧？啊，不是不是。我们江大队长的病您知道吧？全镇都知道了，就瞒着他一个人呢。他自己也知道。下一步牵扯到的工作安排问题、转业问题，我想请你帮忙给他联系一下。他想去哪个部门？不管是哪个部门，关键是他不想离开马踏湖。不想离开马踏湖，这有什么难处啊？可是牵扯到地方安置问题。你要是想安排在省城，我爱莫能助；要是安排在马踏湖，我全包了，我马上就可以打电话联系。这个事儿啊，
也就是江大队吧。要是换了你啊，我坚决不办。哎，那我替大队长谢谢您了。哎，这下够高了，江大队肯定能看得清楚。高是够高了，可我就弄不明白啊。你说江大队家离营房那么近，哎，那家里还有电话，有啥事打个电话呗。没弄他干啥呀？整得跟古代人似的。这你就不明白了吧？这按江大队的话说，这叫耳听不如眼见，这多直接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升旗吧。哎，升旗。哎呀，要刘排长在就好了，还能给咱奏个国歌。奏什么国歌呀？这又不是国旗，就是个信号旗。哎，相当于电影里的消息树呗。这下好了。好不好？竖个旗干什么？大队长，江大队说让我们在这儿给他立面信号旗。哎，对，也叫消息树。对，我们立消息树呢。江大队说你们齐大队不让我回大队，在这儿立面信号旗，一有情况把旗落，哎，就知道有事儿了。师傅，啊，好，你等等啊。哎呀，这事儿好，这大队就在我的眼前。哎呀，大川，事儿我给你办成了，部队什么时候交代完，地方什么时候接？你客气什么？我早就说过，这不是什么难事儿，就是，哎，不用，就是一顿饭的事儿，哎，他马上就到。好，我在办公室等着，我们见面细谈，你听我的信儿吧。对。敲啥敲？进来。大川啊，这是我们二中队的年终总结和具体想法。拿过去，改成全大队的工作总结。这不大合适吧？那你找个合适的人来。哎呀，大川呐，我干吧，没退路啊！哎，大队长的工作有眉目了，马春风帮了个大忙啊！真的？哎呦，这老马呀，真亮下子。以前当过县长嘛，哎，他介绍的那个市领导啊，说话就到。咱们中午啊，就是喝吐鲁血也得陪好他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听你的。那这，全大队的工作总结还得你来，回去准备一下啊。好吧。哎，老马！哎呦，老马！
切都由我来安排。好，老马，上次你说的那个森井大队长的事儿，哎，那可是个好人呐，走到哪儿干都是把好手。好人多了，不见得都有好工作。